50元硬币防伪设计。50元硬币的背面向左向右各转15度角，中间可以清楚浮现国字50和阿拉伯数字50的字样。硬币的币边还有4段清晰的 NT Dollar 50字样，以正反顺序排列在币边的中间。摸一摸背面下缘，这里有3个清楚的凸点，是提供视障者触摸辨识的盲人点。人人都应该知道如何辨识硬币真伪，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哦。